啊，今天就是8月24号啦，陈安仪就嚟到呢度叫做 Uniview 啦，呢度系个旅游区嚟嘅。咁佢一早咧叹翻杯 Starbucks 嘅 Ice Peppuccino Mocha Car Cream， 哇，嗰杯嘢唔少嘢啊，成40几蚊港纸啊！嗱，你睇下呢度嘅情况，小温早咧就冇乜人嚟啦，完全冇乜人，地方都系仲系好少人。一阵间再拍俾你睇，你哋可以睇耐啲啦。陈安仪系咁啜啦。哇，好發達啦，豬啦！俾個近鏡你睇下，擰擰過嚟啊，擰過嚟啊，俾個近鏡，哇，正！